本院荣获医测会15年持续品质改善奖，获奖是一种荣耀，也是责任的开始。林口长庚医院自1998年一月，由当时的陈义瑞院长倡导，以品管圈活动方式鼓励全员参加，办理说明会，邀请品管专家到本院进行全面性的教育训练课程，并由各单位主管带领基层人员组圈，展开品管改善活动，迄今每年度进行没有中断。我个人非常感谢团队同仁的努力付出，发挥团队精神，展现本院持续追求品质改善之具体成果。今后本院仍将秉持持续改善管理循环及团队运作的精神，贯彻本院王创办人的管理理念，以病人为中心提供最卓越的服务，并以全面品质的概念持续推动服务品质改善。